诞生，你说妖是好还是坏啊？那我问你，你说人到底是好还是坏啊？人时好时坏，不好不坏咯。不好不坏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也好也坏。对呀，妖也是有好有坏的咯，为什么问这些啊？因为我身份的原因，我很担心连累你，而且你的噩梦我有些害怕。怎么会？绝不可能，梦里都是假的。那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，友谊地久天长。你怎么了？你坚持一下，我去找点水。哎呀，可笑啊！可笑，处儿，你竟然爱上了一个人类，真是讽刺。不用你管，人妖不两立，诞生早晚会杀了你。诞生不会的，妖和人没有必要这样针锋相对。可悲的是你，现在还替一个死人说话。诞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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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你们这些妖怪，不分善恶，搅乱人间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伤了我的腿，还害我丢了法力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发力，急急处理令。
杀了你们！走开！妹儿，没事的，我救你。学了这么多，却没有一招本事是救人的。妹儿，我这就去找大夫，你坚持住啊！